康。台湾啊，虽然那个不是那么大，但是语言非常丰富。当然啊，有我们的台湾原住民的语言，原住民语言就有好几族的语言了。啊，接下来还有客家话，啊，还有后来那个时候有很多外省人，各种的族群，比如说有四川人什么什么各种乡音啊。但是最重要讲的呢，就是闽南语。那现在很恐怖哦，现在在以前就是讲说，啊，好像外省人不太会讲台语，客家人不太会讲台语。可是现在这个年代哦，连自己本省人一些年轻人台语都不会讲，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严重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请我们的闽南语大王控狗，好，来到现场。但是呢，问到人看下大档的就六档啊。但是呢，问到人看下大档的就六档，看下大档的就六档。这句我听得懂。如果问对人的话，胜过你要那种吊点丢点低啊，丢六个啦。怎么讲到广东话了嘞？好，今天碰我来要给各位介绍一个非常好的作品，就是《带一片风景走》电影原声带，10月26号正式发行了。由碰狗跟赵永华当制作人，当然也是两位演唱。导演啊，阿奈吉阿奈只大阿袂说，刚刚便当阿哎哈，这个有厚度呢。我今日在食便当，今日咱一个吐出来呀。哦，一个硬吐的呢。有个物件，那个物件真哇，送东西哎，没有没有，好豪华。还有 DVD 哦，有 DVD 是电影 MV 啊，是 MV 嘛，不是电影嘛，吓我一跳。是电影，是电影哦，电影的画面。对，其实这个原始的故事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。对，可是你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，发生很多巧合的事。哦，那个，因为我不想照他原来的书去走，因为他是走海线，整个走一圈嘛。可是如果我们光拍海线的话，会变成全部在拍海边。对，所以写剧本的时候，我就凭自己的想法去写，有一回是到垦丁去的时候，我想说，这里有大草原，如果有能够找到养羊的人，有羊群能够通过，轮椅的前面，代表生命的律动。是，那拍片的人都会熟嘛，大家就开始联络啊，电话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啊，啊不，导演找到了，我们就去吧，就开车到那个养羊的主人家里去了，啊，那个人出来就看到我，哎，阿鹏哎，啊，怕什么呀？我按拍那个先生推太太的录音哦，那两个大贵问道，哎呦，那两个人住过他家，是哦。然后我们就用好了位置之后，就是说黄品源，你推着侯一军就站这里，那杨群从这边动，啊，主人就出来了，啊，那一年那他们两个人也站这里啊，哎呦，这么巧，对，啊，他路上一直在发生一些巧合的事情。好，不过这个带一片风景走呢，电影原声带正式发行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去听一听他们里面的音乐。现在我们要讲台语了。这个今天来到的艺人呢，非常恐怖，他们讲台语真的是很可怕的。我们先找一位老外班姐，班姐你会讲台语？三波话啦。哎呦。Okay。厉害哦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再一点点。我爸爸是鲁港人。你爸爸是鲁港人？你爸爸是空丁。鲁港海口 Q， 空丁海口 Q。OK， 那你回到台湾一开始一点都不会讲？对，一点都不会讲。那你为什么要学台语？我是为了生存，你是为了什么？我一开始是在学国语。班杰到底在哪儿学台语呢？王凯蒂大方说台语，令众人好害羞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为什么要学台语？我是为了生存，你是为了什么？我一开始是在酒店学国语。酒店？对。然后就是跟着那个。你学语言很奢侈哦。那刚好就是当时的女朋友在那边上班。恭喜！我真的是不懂，很棒很棒很棒。然后就常常去，然后就看那个，就是他们卡拉 OK 的那些字幕这样的跑，我就学会中文。中文学会之后呢，就发现很多人会唱台语歌，那这些字我已经认识了。那比如说我是男子汉，我看到亮，我寡是西。然后就听这个人的声音，然后配那个字，它亮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这样对，用耳朵跟眼睛把它配在一起，就慢慢把台语学会。Ruby， 你会讲台语？我懂啦，
兰呐、啊，董兰。才讲两个字就知道你不会，那是台语哦。是啊，很棒很棒，那我差不多。所以你对于台语的认知比较开朗一点啊。开心他开心就好了。那你还跟马总统御用的闽南语老师学过？对啊。那老师最后呢，负气再不教了。他其实有点，就到最后有点态度变得非常的客气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录一个那个广告嘛，然后我要学一句话叫做。公鸡的呀，蛇鸡的呀，这可以吗？不错，还可以哦。对啊，因为毕竟我这练了不知道多少次。然后他就在那边解释，因为他原本问我说：“露比亚，你知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？”我就说：“哦，就是那个一个阿公啊，就带着一只羊啊，然后就去生了另外一只羊这样。”那他应该哭了吧？然后他就整个就觉得很痛苦。然后就重讲。我是每天都有准时上课，因为以前我们家没有第四台，所以我只能看三台。然后你知道三台大概礼拜一到五六点开始就是技工，所以我都是跟技工学的。然后礼拜六、礼拜天我都是看天天开心。咦，爱注意哦。就学了这一句。没有，就学了我的台语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练成。我好开心，他们今天在这边。我听得比较厉害。我也是。那梁医生你会讲什么？好，美工第一进行形象，形象，啊，神颂的形象，你听明白哦？你出了花专辑了？哦，花专辑，梁医生就是爱你专辑，来，谢谢，来，你会讲吗？台语？我也是听大过于说，我觉得台语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有一些那种情绪跟那种感情。你不用台语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，很奇怪。你用国语就好像到大概只讲到大概六七分，那台语就可以大概讲到百分百。我有听说那个台语，他最早跟那个碰哥讲的是荷兰话，然后是华人的最原始的语言，所以他很多东西是怎样？现在荷兰吗？闽南语是荷兰话，对，所以。应该不怕到大王，请问你是荷兰人吗？荷兰哦，荷兰哦，河洛是哪里啊？河洛啦，河洛啦，黄河以南的河洛，河洛最古老的华就是华人的。我也以为他说的是荷兰，荷兰人是有来过台湾，但是哇塞，荷兰人讲这个。那我们到荷兰就厉害了。对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对，我们讲崩，太厉害了。班姐，你讲台语讲到被人家白眼，你讲什么话被人家白眼？我在台中买海鲜，我要买生蚝。生蚝怎么讲？台语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然后在想说，哦，我知道，蛤蟆，所以用炸这个字。然后说，哎，大哥啊，老板娘啊，我要白你的大蛤，大蛤带来，大蛤带来。啊，他的脸超绿，然后说为什么他的脸这么绿，很奇怪。然后他的旁边有他的先生嘛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可以说我老婆大呢？你有看过吗？没有啊，你这样子不好。”然后什么意思？你老婆大啊？然后说不是短蛤嘛，我被打短，我就把那个生蚝拿起来，就秀给大家看。然后他说我乱讲话，我说你要说清楚才开始讲台语啊。所以短蛤是什么？哎，短。我后来才知道。状况外哦。对对，这个待会再告诉你。对对对。那你的台语发音有一下子？我对，就是有一次去朋友家，他就说你要吃酸啊不？我想说怎么拿酸的东西给我吃？我想说就是臭酸之类的。然后结果后来呢，他端出来是芒果，就哦，原来芒果是酸呀。然后我就跟我其他朋友炫耀，我说哎，你们知道芒果的台语是什么吗？他说酸呀。然后他们就考我，他说那你知道生的芒果叫什么吗？我说谁酸呀。那些现场也是这样大笑，然后他也不知道说到底什么，然后我就回家问我爸，我说谁酸呀到底是什么？然后我爸打一顿，没有，他就会花了30分钟跟我健康教育。他说谁酸呀，就是男人中间啊，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就是解释了30分钟。哇！然后就是发现台语很刁乱，炫耀。那如果你抽烟怎么讲？现在会了，假婚，因为小时候就常常就是听到朋友爸爸就是说，哎，被假婚某，然后想说怎么那么没礼貌啊？因为我不知道烟是用吃的。
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一直叫我爸去吃馊水？因为就是假哭跟假哭。然后我就是暗地里问我妈，我说我们家有那么可怜，为什么要请你吃馊水？其实我妈妈那时候刚从大陆来台湾的时候，因为就是听不懂台语，可是就又很想装懂。她说她有一次去吃那个吃面，以前不是有卖那很小碗那种干面嘛，然后吃就给她，她吃，然后我妈就吃完了，然后她就说哦 good day， 那我妈就以为是 good day 是好吃，你知道吗？她又弄一碗给她，然后哦，那我妈就觉得这个很好，我说好吃，她又给我一碗，她就吃，吃着 good day， 她，哎，然后又给她一碗，她傻了，她就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她吃完三碗，她就啊，她就啊，我要走了什么，她走了，她后来她才去问她朋友，她才知道 good day 是再装一碗，她一直以为是好吃，然后 good day， 哎 good day， 然后就跟我讲，她吃了三碗，她受不了。所以我妈妈以前刚来台湾的时候，她就有这种情形。那梁医生，你爸爸讲，你爸爸山东人，我妈也山东人。对，因为我爸就是来台湾大概三十几年，就是台语丝毫没有长进。嗯，就比方说像小时候我们要吃那个冰啊，就是冰棒，不是挤牙冰吗？但是我爸都会说，女儿啊，你要不要吃挤牙冰啊？挤牙冰。对，然后对，但是我们都很习惯了，我们就觉得是这样子。而且就是像比方说，像我妈会很想要称赞我妈妈是很美丽的女孩子，又想要，因为就是想要用台语来称赞我妈，就会说，哎，应该是水某嘛。但是我爸也不会发那个音，就会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水某啊。所以我妈说，她说你出去不要跟人家解释，这样人家以为我们家我不水，我不水啊，就会有很多那些笑话。其实呢，在台湾现在啊，很多那个乡土剧啊，还有很多的电影原声的时候都要讲台语。那今天就为了让你们克服这个难题呢，所以我们就假设碰狗要开拍一部以台语为主的，算歌舞大片好了，好不好？也是个爱情片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待会我们出题，让四位来试镜，试镜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看看到底谁的闽南语会比较厉害，好不好？分两个回合，然后裁判在这边，你不要看赵哥台语讲得很好，也不错。你为什么会讲这么好？因为我妈妈是、哦、去投他去投，然后就杀人。没有啦，他不是啊。赵哥高跳过来，赵哥的台语好，大部分都是问候人家的。哎，那最基本的应该有恐吓啊，要钱呐、啊、之类的。啊，你基本上是咩啊那些啊？还好啦，还好。你是怎么学台语的？就妈妈是彰化人嘛。本省的彰化人，舅妈是彰化人，妈妈，他的舅妈妈是彰化人，对的，所以就会新妈妈，这还没有新妈妈，都有新妈妈，所以台语会比较好。那同学在混的时候，在玩的时候，也都是讲台语啊。各位，第一位就让你震撼教育，我们欢迎 Ruby。注意哦，今天我们这三位裁判哦，他们说 OK 就 OK 哦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计时一分钟，预备。开始。拖西，哎呀，这个我会。再来第二题。简单。鸡麻。鱼蜜。吹风机。这一个。多啊。哎呦。厉害，会杀过去。飞，小米。哦，不会，这个也不会啊。修钢剑，修钢剑，修钢剑，对。你那个大师有教过你哦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罗西七记。太厉害！来。这个一定会。喂啊！喂啊！喂啊！是冰冷在搞一种的。喂啊！对对对。耶！我问你，觉得我应该可以拿？刚刚这样，你觉得你对了几个？五题。哦，你自我感觉那么良好。你觉得最有信心是哪一个？刚才欢呼声最大声就是那个嘛，吹风机啊。
你再念一次。吹风机。这个你还蛮厉害，我以前讲吹风机啊，被大家笑，我说哎，喷风机。喷风机，我说对啊，喷啊，不是吹吗？喷吗？啊，不是，这个讲吹的时候不能讲喷。哦，他刚刚答对应该是两题，还可以的。嗯，一个是吹风机嘛，吹风机。第二个德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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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子，刀子，德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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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被杀过，有一点可惜，你德啊给他插蛋，有一点可惜是修钢架，嗯，对呀、啊，我那个念得很标准啊。你讲修钢，修钢架不赶快，修钢架是甘蔗成熟了，来给修起来。哦，修它修的，修钢架，修钢架，哎 ，OK。芝麻怎么？鸡麻。怎么骂人呢？是吗？不是鸡麻吗？芝麻没有芝麻，一般只有念磨啊。磨啊磨啊磨啊！磨啊跟磨啊不一样哦。哎，磨是也是。磨是那种鳗鱼哦。磨啊才是芝麻。就是其实你要个别学，不然不可能会知道它是有另外一个名称。不是，因为他们有七个音，所以它那个音那个变化只有一点点。那芝麻的汁跑去哪了？不是，不是回家了。在台语念芝就不见了，在闽南语言没有芝麻这两个字。对，你懂吗？他我们讲芝麻，他们讲另外一种。好，吹风机没有问题，下一个德瓦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这个我根本不会念啊，这个中文都不会。白露丝啊，白露丝，你知道什么是白露丝？一个鸟。一个一种鸟啦，一个鸟。白露丝怎么念？白灵犀，吃粪鸡，吃到江啊鸡。白灵犀，对，白灵犀，白灵犀在台湾又称为富国鸟，所以以前的那种县老爷有没有当官的这边不是都有一块，有时候会弄一个那个白鹭鸶，也就是说代表如果有很多白鹭鸶栖息的地方，就代表那个地方风水很好。哇，好有学问哦！白灵犀，对，白灵犀，牙齿，这个我真的不会。脆屁啊！哦，对耶，嗯，吹吹嘛，吹嘴嘛，嘴。台语不错耶，刚哥。我靠，你造兵舞台啊！我只能到这样，然后再下去，然后就不能讲了，然后再讲就挂了，很痛苦。好，再来火柴，这很有名。灰柴，灰球，环拉会。啊，环拉会。对，环拉会你就知道。所以台语不能靠那个字去翻。原来你知道，因为我刚才有，其实我有想到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直接再讲出来，因为我想到环拉会好像以为是那个打火机，而且赖打赖打。对，哦、啊、对。Ruby， 你知道他为什么叫环拉会吗？环拉照理讲是原住民，对、以前称他们的不好听的时候，可是他们也把外国人当作是环拉、啊。那他们哎、欸、怎么这样恰就有火，嗯，那他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所以就把它称为是环拉会，哎、欸，只有环拉有。哦，再给我补充一下哈，这样我就会背起来了。荷兰人啊，应该叫昂摩，对，昂蒙哎，或昂蒙哎，有人谈摩，有人谈蒙嘛。对对，像那个泥水泥啊，叫昂蒙头。对，哦，哎，就是荷兰人引进来的东西。哦，昂蒙头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叫昂蒙头。哦，刚刚第一关大家非常的惊吓。马上为您惊吓第二波，欢迎入港人，哎，六六六，班姐，你知道你台语班姐两个怎么讲 ？Pange， 台语叫 Pange， 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英文是 Benji 啊 ，Benji B Pange 接 Pange 是反手。是不是？是那个老五千，老五老五千，笨鸡。哎，老五千你好，啊，老五千，请在前面，预备计时一分钟，不会就马上删哦。OK， 尽量讲好不好？好，预备开始。勾记，勾记 ，OK， 好，好，下一题，来下一个。花，有点像。阿啾 ，OK OK， 台风啊，哦，来再来，好惨，雷口，雷口，来个，这个会了吧？哦，这个会，都忘记，跟瞎子很像，哦对，跟瞎子很像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瞎子怎么讲？好，我跟你讲，瞎子的，黑呀、啊，
黑呀，那他皮呀，皮啊，算了，红绿灯，叮当叮，叮当叮，叮当，哎，哎，你对两个字，真的吗？嗯。来一个，这气都不是很清。红绿灯啊，红绿灯应该是晴昂丁，晴昂丁，对，就是你很多字不能用，不能走语的，真的不能直翻。对，枸杞，枸杞，枸杞是那个、哦，枸杞，枸杞，枸杞。嗯，我最好奇是鞋子，因为刚刚我接着我想不起来，虾子叫什么？黑啊，黑啊，鞋子，尾啊，哎呀 ，yes， 来第二个。发球，说真的，这个我也不会。这陷阱啊！对啊，陷阱也叫也让发音出有一点误会了。对，发 Q， 这个。发 Q， 发 Q， 这怎么念啊？发球，发球，哦对，哎，有点像哦，发 Q， 发 Q， 发 Q。兰姐好可爱，你去打球，发 Q， 大家应该拿球扎你。来下一个。是要反过来念，哦，红胎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台风的红胎，为什么叫红胎？奇怪，我从小就是我觉得，对啊，我就觉得他们讲红胎，我觉得为什么要故意讲反的？没有讲反吧？嗯，他像热闹也是反过来，闹烈，闹烈，闹烈，客人，狼客，对，哦，是他的讲法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那台风不容易啊，是英文翻译还少数翻译是中文的。哦，对，台风哦，台风哦，对，可以，这个口，口来，口来，来口啦，来，来，哎，所以我原本是对的，我想说跟台风跟台风一样，对，我是奶口，没错，哦，这个是对的哈，奶口，来再来，就我刚教过你，昂青丁，晴晴昂丁，哎，但是。你讲好像是唱歌，晴安丁，点热，好，这个来请坐。嘿，好，刚刚就是因为啊，他们就是常年待在国外呢，所以可能有一点稍微罩不住。但这一位去国外没有他们时间久，但是也罩不住，来欢迎。我连我的名字都不会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名字台语最难听，嗯，透中坑，吐中间。因为以前有一次那个谁五百啊，嗯，看到我一直笑，一直我在笑什么？哇，你台语很好笑，我为什么透中坑？所以我就很少讲台语。来，预备，请看前面，王凯，好紧张哦，计时一分钟，预备，开始。徐杰辉江湖味上升，班杰现学现卖啦。如果你要当老大，第一关要先把自己的喉咙。计时一分钟，预备，开始。树冠，好水。泥桃，哎呦。导游，哎呦。布袋戏，哎呦。莉亚，哎呦。我就说我会拿四千吧。口香糖，烤胸疼，这算吗？卡棒可以吗？卡棒，卡棒，卡棒就是日网啊，这好难。书包，哎，也可以啊。书包，高啊。哦。蛋糕。来来。不是吗？不是蛋糕吗？卡通，卡通。差不多。电动。哎呦。下一个。谁呀？啊？谁呀？在。OK， 好，来，他算很厉害的，厉害。我把他的题目都丢掉了。对，来，我们从头看，他有问题的是什么？来，你刚刚念这念什么？树冠。树梗。树梗。啊？树梗。不是树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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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有点乡音。对啊。交错。树梗。树梗。树梗，不是树梗。哦，泥桃你会吗？泥桃，嗯嗯，再来。但这两个字不要随便乱讲，对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有可能是讲女生那边的。对。是。对啊。音发不准啊。泥桃，哦，泥桃，哦，泥桃。所以台语是用英文翻过来哦。我们以为是捏头。这个年头，
哎，来一桃，这泥桃，所以如果串在一起就会，这个泥桃，这很难哎，啊，槟榔，吹胖糖，吹胖糖，吹胖糖，是，不是啦，那边种果子是讲那个秋林果，秋林果，秋林果，秋林，哦，秋林果，对，秋林果子，对。是不是竹不是竹嘛？有竹啊，那个竹林果，竹林果，竹林果，对，竹林果。高啊，你会？高啊，再来。蛋糕，蛋糕不对吗？蛋怎么讲？嫩，嫩糕哦。没有，给嫩糕，给嫩糕，鸡蛋糕的，他们都讲给嫩糕。那可是蛋糕跟给嫩糕。但是你看到蛋糕，你就讲给嫩糕。是哦，是哦。其实我要吃的是上面有鲜奶油的，我也要说是它是鸡蛋糕。对对，你不能走选，我要嫩糕。什么鸡蛋糕？卡咬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卡通。哦，这个赵哥会吗？好熟哦，可是突然忘了怎么。Manga， 哎 ，Manga， Manga， Manga， 也是日文。那是外来日漫画，外来哦，卡通叫漫画，卡通是漫画，日文那个外来语言其实会好多国语言，就蒙讲啊，不是，那漫画是漫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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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蒙讲是漫画 ，kill 蚊子叮到。漫画，漫画，那好难，因为你结婚之后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听到重音哦。OK， 哎，我第一次知道卡通漫画，漫画，对，常常听他讲说，哎，你卖给他公漫画，啊，对，就是不要讲那些有的没的，对，讲那些卡通的事情，瞎，不要讲那些瞎的事，你好厉害哦你。还好，就讲对，你这个很厉害。还好，没有问题了。来，请坐。不错，哦，这个算是目前蛮厉害的，杨一真。好了，很厉害。啊，还好有返回颜面。杨一真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欧东麦，是哦。高丽菜，哦。这好难哦。哇塞。给干部中心，哎，有点像哦。陈，这个不是这样念，很奇怪。荤哦，地瓜，哇，水是吗？漫画书，这个太难了啦，这个。这个超难，这个跳过。我记得有人跟我讲过这个很难，这个不会。哎，萝卜。哎，你刚刚是讲，我们不考山东话好不好？踢裆。哦。踢笑。哦。这个。喵头鹰。OK， 你里面有几个是？Autobike 也是外来语，也是外来语，外来语，对，外来语。Motorcycle， 高丽菜，嗯 ，Autobike 可以怎么像来讲，也是讲机车啦，机车，对，机车的，对，机车 ，Autobike 机车，高丽菜，干部中心是干部中心，心要闭口，心，干部中心，心干部中心，铅笔，铅笔。铅笔了，哎，请问混的有常常讲到铅笔吗？没有啊，不是的，跟那个混没有关系。常常签一些切结书，最好是的，没有铅笔了。想要不要叫铅笔？我嘛不在。地瓜不对吗？哎，地沟了，地沟了，地沟，地沟，地沟。像彭国他们那个年代，就是有那种，比方说地沟。我哪个年代？把菜刀、地沟刀、面扫刀。地沟。赵哥的年代。不，地沟，地沟，地沟。你都用什么？墙贡没有了，不要乱讲了。就你要逼着，没了啊！你用墙贡，我想起来。墙贡啊，墙贡啊！然后自己还要转脑看，人家已经杀过了。来，看到了，来了，没了。阿伟刀，我最想你的过去。阿伟刀，我要把你过去讲出来。好，这个难哦。漫画书哦，这个我真的不会。现在小，应该是谁的？昂阿切，昂阿切，昂阿切，对，哦，这个太难，这不过哎，好累，老总，这我真的不知道，以前有人讲过，可是我真的忘记，是另外一个字，另外一个话，
我告诉你哦，这个有典故的。是什么？其实我们亚洲没有这种动物。哦、嗯。那当时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，到非洲一去看，哇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所以就赶快想办法弄了两只回来进贡给皇上。嗯。那时候皇上一看就是说，那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所以讲不出来。这啥玩意儿啊？对呀、啊，启禀皇上啊，那这种的咱就叫做麒麟鹿。麒麟鹿啊，麻烦麒麟鹿。长得像麒麟嘛？这边嘛，这边。对，麒麟鹿，麒麟鹿，那就不可能会。麒麟鹿，哦，麒麟鹿，那萝卜不能照字面。你知道吗？菜桃。哦、这个，这不叫梯档，梯档是一种状态。对，当机。哎。低效 OK 吗？低效大概不会就完蛋了。对，这个这也好难哦。对啊，这个喵，这应该也不喵桃。对，很少会讲到猫头鹰，猫头鹰怎么讲？嘿，暗啊，对对，暗公暗公叫暗公叫叫，哦，它还是一只鸟。暗，为什么叫暗公？晚上叫的鸟，它晚上啊，暗公晚上行动有点亮亮的感觉。哦，暗在晚上行动。OK。哦，今天是开眼界了哈，真的开眼界了。OK， 好，没想到你还不错哎，对视觉。哎，哦，来，承让了，请坐，请坐，没关系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你跟大师学两题哦。我没有，我要再次强调，我没有跟他学，我只是录了一个广告。OK。凯蒂最厉害，对对。谢谢济公的教导。好，这一回合呢？凯蒂得到400分 ，Yeah！ 好，马上进入台语教室第二关，台语歌 ，Ruby 来唱的是哦，经典歌曲哇，先念一下，歌名叫做《骄傲的心声》，水哦，没有的，对对对对，要有一点风尘味。山明海誓，人人人有酒泉，为怎样你偏偏来变卦？我想要休，你哪会这喜欢？欺骗了我，刺激着我。伤心的我，是真无人会知影，只有小酒了解我。最大的问题在哪？男人男有酒桌啊，就会变成哎俩卦，酒桌，男人有酒桌，就好了。哦，就抓，抓啊，就毁了。哦 ，OK， 所以不要转音。嗯，对，不该转的不要乱转。还有一个就是靠转音。OK， 但是他刚刚那个唱第二句是有一点问题，他说为怎有你偏偏来变卦，他就唱成病卦。为什么你偏偏来病卦，就躺在那里？为怎有你？偏偏来冰冠，没有他整首歌唱起来其实只有60-70分而已了。哎呦，不能平音准呐、啊，没有音准，没有就凭台语发音。台语发音的话，算前面那凭姿色。姿色哦，谢谢。应该有80分，有80分。哦，大哥喜欢这个。OK 嘛，对不对 ？OK 啊 ，OK 啊，很喜欢这种啊，还好还好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嘞，好来，谢谢，来，班姐，班姐，你要唱什么？你会唱台语歌？你会唱歌？我特别为了今天节目练了男子汉，男子汉，那你先讲怎么讲男子汉？男子汉，男子汉，男子汉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
经典台语歌，马上爆笑登录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我是男子汉，阿妹好人最重要，就爱理性对人，做人就爱看顾朋友，兄弟小搭档，用个鼓励互相帮忙，男子汉有啥物通好计较，有啥物通好怨叹。当年在酒店唱这首歌没有被杀，是不是？很好很好。OK， 他对他一个将身份来讲，一定很厉害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对不对？这首歌真的都是被洪荣宏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歌王啊，他就是很会唱啊，他那个灯音就他就会，有几个人会的？有几个人会啊？人家这个版是 Enga 对 ，OK， 这本来原曲是日本曲，对嘛？就 Enga 嘛，对不对？转过来，你说像台语或台语歌曲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，好比方说，像有一阵子都在一清嘛。都在扫兄弟嘛，都在不要讲不要讲不要难过、都在抓流氓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唱那种歌，真的就是台语歌曲会有特别的一种韵味，是那种比方说七头狼，飘飘飘飘七头狼，噔噔噔七头狼，你一定要七，你不能够七头狼。兄弟没有娘娘腔的，对对对。你有看过哪一个老大说，老大通常都要像陈松勇那样子，就是说如果你要当老大，第一关要先把自己的喉咙喊到很沙哑，对不对？进来，你叫你进来，你就进来。我们没有这种声音，我会啊，你也会，预备起。我的心沉沉，男的脚步勉强来离开。OK， 有那个样子，有那个样子。因为我们没有听过台湾一个任何一个老大是说：“阿伯，你给来啊，你给来，我跟你跳。”没有，他给来，有没有？来，王凯蒂。刚看别人都好愉悦，知道自己要站上来这一刻。请问一下，你要唱的歌曲叫做？龚桂桃是梁静茹的。龚桂桃。龚桂桃。龚桂桃。龚。龚。龚啊！我还以为我讲错了，龚桂桃，龚桂桃。龚。龚桂桃。也可以。你是讲过头了啦！来，我们带这一曲《龚桂桃》。六子。心比起几年，不知也听说你，等到你离开了后，我的心底无你陪我，却在爱你。孤单在烈笑，孤单的烈烈号，孤单的烈号，烈号，孤单的温情，孤单的骄傲，心酸的目屎一滴流。目前为止，他算是蛮厉害的。真的，你只有一点点几个字。其实我都 focus 在我音准问题上。其实我没有在顾管你的音准，我们都在听你的发音。那就好，好不好？不错啦，音准也 OK 啦。赵哥这几分？最少有90分哦。哦，他应该再
在家里面有偷练，哦，要不然不会准到这么厉害。姿色，没有，这我昨天才学的。姿色，真的吗？昨天才姿色。你一直问我这干嘛？我这小哥90。OK， 好，唱得很好的，来接下来。哦，这个这首歌很厉害哦，叫做。给熬。哎呦 ，music。找无人甲咱友好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我够，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。做职业，谢谢峰哥。这个带这个100了吧？今天录这一集哈，就这一段最好了。破表，破表，完全破表。而且我觉得他在唱的时候，真的感觉好像有看到他爸爸跟妈妈的那个画面出来。来，谢谢。这个第二段哈，600分。嗯，我相信应该是，当然是这个 gay out 吼，一真的歌声当然是分数最高了，只是不能这样评，对，因为他是职业歌手的。哦好好，那我们评最可怕的，干嘛有信心啊？应该是最有勇气吧？嗯，你们两个真的很棒。第二关600分，请问三位评审要评给谁？颁给颁奖。刚下方温，今天班杰最高分，班杰有礼物来，请赵哥帮他。闽南语学习第一册课本。谢谢，希望你好好学习。请坐，来，我们先欢迎碰狗。记得那年雨下不停。你说你将要远行，没有预定的旅程，被空白燃烧心情，望着黑夜的星星，留下一句叮咛，我爱的人啊，带走一片风景。